开始沿着那个继续的工艺就要沿要沿着那个针边从四个月变成一年，这个动作怎么办就是要面对的。那因为一下要变成一年的因为我们的营区要扩大，然后就是变成军费的经济设施要看了，对不对？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个技术条款，比如说因为这个如果就现有的法律的话，不能行政就不能做，因为法律就是说只能用的话要经济四个月的话要经济四个月，那我用的未来一定会变成银行，那到底从哪一年起算我要做什么事，我觉得这个是我经济学习的话我是不是到底这个事情是我从哪一年开始吧。国民党跟侯友谊进党这个思想没有变化。我跟你讲一下，我认为这个法国民党就不会反对，因为现在主席是有的，所以中国有点期待，对吧？而且这个法条真的要反对，真的不会，因为中国有点事实上有点假。我们现在连地位都没有，他愿意给你试试。因为网络上有讲说，台湾政策法它的本名叫做台独政策法。Thank you.